我是化身成龙的修复师啊。今天是什么年？对，哎，小朋友不要害怕修复，就像生病要看医生，我们化作修复也是生病要去看医生。好，那大家要记得，就是说这些珍贵的化作啊，没有大家的修复，像我看小朋友做的都好棒。哦，你们喜不喜欢做这个作业？谢谢大家。